ましょう。ここは空港だからちょっとマスクします。そう、危ないからね。要去是戴好口罩。北海道很有名的伴手礼就是这个 Lois 巧克力。机场的三楼还有他们的那个工厂，待会可以带大家稍微看一下。今天要请客的是这位イクランスルダンドネ。嗯。緊張してる？いっぱい食べよう。有有。我们现在要去那间寿司店的どこ？我们今天要吃的就是这间叫韩太郎的寿司店。它在千岁机场里面有两间，一间是在国内线，一间是国际线。这张是他们家的 menu， 专门给外国人，就是看不懂日文的话，你可以跟他要 menu。然后他们家的价位虽然有一点点贵，可是用料上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，很建议大家来吃吃看。这个是可以自己用的。哇，好大哦！不愧是北海道，沙西米德卡。もう一回言って、これ何？マグロ、サーモン、アタック。这是我最爱的鲑鱼软寿司。たこ焼きやるから。ちょっと。あ、お酒飲んでる人いる。日本人はそうでしょ？あ、うま。幸せだね。幸せ。うん。刺烧比目鱼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这个，然后一次就点了两盘，这个真的超好吃的。柔らかい。比目鱼一到嘴巴里就融化了，好软，好好吃哦。这个也是我超喜欢的虾子加那个美乃滋，它的虾子是那种大颗的，而且是很有弹性的。这个也是我心中很好吃的前几名，它是螃蟹的那个蟹肉加蟹膏，而且它的蟹膏用的量很多，吃起来真的很满足。八块的。さすが北海道ね。めっちゃでかいじゃん。いいよ、食べて。そう、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。想太点了、这个是海胆的。一颗日币要748块。さっき恥ずかしい言ってたから、どう今、感想ある？一瞬でなくなった。お姉さん？めちゃうまかった？めちゃうまい。すごい。なくなった。盘子的颜色不同、价钱也不同。すいません、アプリ縁側は2皿。ちょっと炙り目で、炙り目で、はい。想太在犹豫他的最后一盘要吃什么。那北海道真的就是要吃海鲜。ね、北海道地方海鮮一番おすすめやね。牛乳もね。牛乳もチーズもね。あと何？北海道。海鮮以外。ラーメン。ラーメン。あ、あとスカレだね。スカレです。あとあれ、烤羊肉、羊肉だね。パール、そうだね。羊肉覚えてる？ジンギスカン。そう。
食べない？いや、大丈夫。上台的今天最后。いや、食べなまよよもり。我不敢吃生的。甜虾。它里面已经有放瓦萨比在里面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いいよ、とてもかゆいです。はい、これは那北海道真的要吃海鮮、真的很真材实料、而且它的那个蟹肉好鲜甜、超高味しい、北海道我吃飽了。我吃飽了、总共是7062日币，虽然说是跟那个平价的100元寿司比会觉得有一点点贵，但是因为这家的用料真的非常的真材实料，而且它的肉质都是这么大一块的，而且饭也很大，所以吃得很容易饱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来北海道的话要记得来吃这家汤大楼。今天整个都是 Royce 巧克力的贩卖店，这里有一间，也有他的专门面包店，然后前面这边的话就是他在制作的一个小型工厂，带大家看一下。千岁机场真的还蛮大的，如果大家有机会来的话呢，记得来参观哦。这一间就是新千岁机场最有名的拉面店，一幻，它是用那个虾子的汤头做的拉面，然后每次我来都要排队排很久。现在是因为肺炎的关系，所以人潮还好。然后这一整条里面都是卖拉面的，有很多个选择。可是生意最好的真的还是这一间，一幻。前面有一间星巴克，我们现在要去那边买饮料喝。因为刚刚是想太请我吃饭的，所以我想要回请他吃一点东西啊，问问看他想要吃什么甜的。ね、さっきのご飯ありがとう。全然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どういたしましてってなんて言うの。甘いものとか食べたい？いらない、もうお腹いっぱいです。マジ？眠たくなりました。マジ？甘いもの食べたくないの？今もうちょっと後かな。うん。我一直说看他要吃什么甜点，换我回请他，结果他只买了那罐优酪乳。那尼亚吉 ？banana。banana 香蕉口味的优酪乳，还有这个，牛奶糖。够美味しい。めちゃ美味しい。新千岁机场很大，然后它的餐厅全部都是聚集在三楼比较多，就是我们刚刚吃寿司还有拉面到场的地方。二楼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卖伴手礼的一些土产类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吃饱出来停车场要开车了，然后沿路会拍一些北海道的风景给大家看。现在是春天，雪已经都融光了，因为刚刚想太有喝酒了，所以现在换我开车了。Bye.